哇，见到好老本、老宝贝、老朋友、老宝贝，哇，对，哇，这个真的，我们老朋友 Echo 姐姐，哇，哎呀，我们也认识十几年，应该有了，对，都是老哥爱，哥爱，哥爱，对对对，这就叫哥爱，哇，这个藏了多少年，应该有几十年了，对对对对，哇，哥爱，你看。这么大的鸽子蛋真的少见，本来他要25000的，我说哎呀便宜一点给大家了啊。对了，就是丽娜说的了。对对对，一般我都说尽量便宜，让大家捡漏。我知道在丽娜这里买到东西都是又实在，对对又好，东西又好。那这个首先，那这个首先鸽子蛋这么大，你看打开你的手，这个非常的有吸引力。本来他要25000的，我就跟他谈了很久，我说尽量便宜18000 ，OK， 你看。这个你很少见到这么大，而且身材好 ，OK， 这个形状非常好，漂亮。我自己收藏很久很久，对对对，很久，真的，我知道你收藏很久很久，对对对对，哇，它整个感觉都非常棒，非常棒，钻石也有几卡拉 ，OK， 对，就是这个翡翠的形状非常好，就很长呀，都非常舒服。18000，因为本来他有25000，我一直跟他谈的呀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买的绝对没有错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你看又厚又好，身材又棒，对，种跟色的没话讲，对对对，他只是卖蛋面，他那个项目，然后这个，哇，这个应该也是好多年的收藏，哎，这个以前的相公，你看，这个纸丢掉，因为我记得是，我说，我说一千，哎不是，6000嘛，你说5800，对，我说5800，对对，够重啊，够六千，对，因为刚才那个纸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，再称一称，将掉了，对对对对，称一称啊，称一称，哎，这里是吗？这个不是，不是不是，25克18K，啊，你看。整个形状设计也很好，钻石也有3-4卡拉。对，那个钻镶的很漂亮，那个工是以前的老工啊，现在没办法镶成这么老的台湾精致的，对，以前实在，对，真的对，实在，非常实在，因为那时候的金也便宜，现在金这么贵，现在人家不会弄镶那么重了，对，就是以前的镶工才这样。那然后至尊佛宫也非常好，肚里藏金。899，本来他还要1000多，我说哎呀便宜一点，让大家捡了，所以大家经过梅老师谈判，肯定是好价钱。对呀，一定的。对我们，这是我都在这里买东西，真的是绝对放心哈，对对，厉害。899非常好，899，我们就对呀，你呢就对也很厚，然后肚子也很好，899非常好，好，还有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都是手工，这个叫。Green Gold， 绿的金，有 GIA 哦，这个2600，这相公也很棒，对对对对，18K 非常好，很特别，很重，不错，然后这个耳环是香港工艺的，哇。才3300，也是没话讲。3300，其实现在也买不到东西的啊。对。18K 啊，很好绿。对对，那这个地塞，它里面还有冰种翡翠，哇，非常漂亮啊。来这里买都是真品啊。哎，你的朋友他老是叫你 Echo 姐，那个朱迪是不是？朱迪。朱迪现在在台湾还是？他在这里，他说他可能明年就回去了，他们回去。因为我也去帮他卖了几次呀。对。成绩很好。哦，真的 OK。对对对对。你有去吗？对对对，上次对，很好。对对对，卖了很多。他就说等他要确定。要走的时候还要再麻烦你，我去他那边拍了几次，通通都卖，对，通通要卖，要回台湾，对对对，所以他们以前是开银行的，哦，开银行的，金城银行，哦，以前金城银行是法拉盛顿还是加拿大？加拿大，对对，哦，金城银行是他们家开的，对，他们家开的，厉害厉害，他以前的房子在那 Scottsdale， 哇。哇，漂亮，是哦，他们还是很多东西，对对对，我记得上次我做那个视频，他去他街里拍那个视频都有5000点击，因为一般我们点击最多1000，因为这个都是比较，
专业的，而不是说哎不，他是以前真的都买好多好东西，对，很舍得，很爱。反正那时候去他家里拍，每一样东西都抢的，抢带都抢，因为东西真的很精致哦，难怪是银行家。对，他以前开银行。哦，那还期待期待，对对对。后来对都卖了很多，对，难怪。所以就是你看他气派还是在。所以他买的东西都是好东西。对对对。3500，这个也有 GIA， 也有 GIA， 好东西。球状大家知道，这个14个米很漂亮。漂亮。那这个也是很大气，3500。嗯哼。够大，也要有 GIA， 也有 GIA， 对吧？19.3克，19.3克 PT 钻石，钻石也很多。还有这一个，这个是18K， 这个好像还有耳环，不耳环没有那个18K 1380，都是好东西啊，好东西啊，对，非常好，对。然后这个也是有 GIA 的 2999，都是好东西。哎呦，宝姐姐来了，哎，哈哈，对，然后这个就偏苹果绿，1999，漂亮，啊，对呀，对，朱迪经理，对，哦，原来他是开银行，开金钱，对，厉害呀，哇，这个也是很漂亮，对，所以我们。这个1380，所以我们在群里面，我记得那时候，哎呀，都抢啊！你看，非常好，1380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期待你下次再带多点宝贝来，朱迪也要带 ，OK？ 对对对，接待，对对对，1380非常漂亮，18K 的。好，那我们感谢，我们这位不讲名字了，对，大藏友 ，OK？ 反正他还有很多的，他还有很多东西的 ，OK？ 就每个藏友都有很多东西，真正大藏友当然就是。无穷无尽，他们开心就拿一两个就来卖卖，对，要多支持一下我，多拿东西来卖呀 ，OK？ 他们来，开心就拿点东西来支持一下我，对，纯粹是支持，就他们也不等这个钱用，就是也想来见见我们聊聊天，对，看看漂亮的你们越来越美，谢谢大家支持，真的老朋友，越来越年轻啊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哎，老朋友，心情好，对，老朋友见面肯定就是哎，对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对，他们大家想来见见我，就拿点东西来卖卖，对，大家见面就他生意是蒸蒸日上。谢谢大家支持了，真的真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藏友们，谢谢大家。你看整个都不一样，气色很漂亮。OK 了，皮肤很棒。皮肤棒，因为用杰斯，你也结了杰斯嘛，你要好好用啊。现在杰斯就是开网店，我一会跟你讲，谢谢大家。